大家好，我今天过来这边拜访一下我一个朋友啊。他以前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，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了。然后他现在在这个上面啊，有一间办公室啊，是专门推广这个广西传统文化的。平时教些白话啊、壮话啊、桂柳话那些的。因为他是也是教这个白话的，所以我非常的感兴趣。所以今天的话上去看一下他的办公室。咁上次你话喺五一路。那些流行歌你会弹吗？弹一首歌吗？不是流行歌我不会，你要我弹完整的话，我就弹那个什么？唱一下。对。弹一下。那你弹一下吗？好齐全喎。系，我哋包括啲民族服装嘅设计，仲有制造成品都有。你六祖天琴，六祖天琴出名嘅。神州天琴而家担当喺只笛啊。哦，系啊，都系自己做喎，真啊！哇，嗰啲真系好宝贵喎，嗰啲真系好传统，真系好传统嘅广西嘅原汁原味嘅本土文化。系啊，再教学用搞活动又用啊嘛。系啊，仲有啲单位啊，或者社区，你睇有咩活动啊？吓，我哋去，有啲去表演啊，讲活动啊，做礼仪嘅接待啊，礼仪队咁，唔使讲，我当喺来宾，佢要跪楼话嚟上葬礼啊。喺都邊嗰邊咧，我搞活動啊，我前年去東北見嗰啲廣東嘅餐館嘛，我落去我講你係真係廣東人，佢係啊，講我在佛山嘅，又話後尾幾仲。佢以為你係廣東喎，一齊食飯，我啱食一碗粉，你後面你仲佢哋啲師傅啊，前情王老啲一齊過來嘅，喊我哋繼續聽嘅，見到老鄉咁嘅。係啊，真係好新鮮咯，民族文化咯，那這個也有粵語，這本書是粵語教材啊，粵語，廣州字典啊，發展不準就靠這本來糾正啊。不能说我们就很标准，是啊，反正你要有字典来参考，是啊，有争议就查字典嘛，是啊，这个白话是正宗啊，不是一些什么咯，它是啊，是啊是啊，它都有这个啊，有这个拼音哦，拼音呢不是说像鹦鹉学舌，学了这句不会下一句的，你学了这句就会很多句的，就按发音了，要看到拼音就完全的。读得出标准的粤语出来，是啊。而家你就系南宁白话同埋广州白话嘅区别系嘛？分别唔系，而家呢种系我讲。边个来争翻我啲培训咧？我要呢种拼音方案。哦，你就系用广州标准白话嚟教嘛？啊，我系历史嘅，但系好难正常历史咁啊。系啊，我有啲新嘅观念，我先南宁咁啲习惯，我喺南宁嘅习惯。我先去食饱，咁食饱，食饱，我觉得食饱，我先眼睛，你都白系眼睛啊嘛。南宁白话跟广州白话嘅区别就系、是、你睇下韵母，作为呢几只韵母系咪啊？七只韵母嘅南宁讲喵
白貓黑貓，廣州就貓嘛，貓白貓黑貓，定雞中獵啊？广州就交作业噃，仲有叫学叫学好唔好？瞓叫瞓教嘅，小菜炒菜，咬，南宁人一讲咬嘛，人哋广州咬，我哋就识，我哋系南宁老乡啊，嚟，仲有啲韵母嘅，咦，南宁系咦，广州音系 A 嚟讲，一二三 B， 而系一二三四。系啊，飞机诶，飞机呢对你讲飞机。系啊，飞机嗰只飞字佢又有啲有啲区别噶啦。我俾你，人哋俾你呢对啊，俾唔俾？俾唔俾？你话琴日点解唔嚟翻工？哦。咁样。哇！全部都。全部系白话字，正宗嘅白话字。佢百分之百都啱喎。系啊，因为我哋讲白话讲得正。讲得正咧，佢又啱咯。出来肯定系标准啦，叫做当我哋普通话。系啊，你真系好有研究啊！对嗰啲，嗰啲方言啲语言真系好有天分啊！嗯。